爱了。天哪，哎，牵手牵手牵手，超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耶。手牵好手牵好，来下达一鞠躬。哦，非常的可爱了，让我们往前站一点点，让大家看看可爱的你们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让大家认识一下，一个一个介绍咯。然后哎，我们要用最活泼的方式哦，最活泼的，不能说啊、哦、大家好，是不能这样子哦。我说大家好，我在了，开始咯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丽俊。大家好，我是何静。大家好，我是新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君。大家好，我是汤高瑞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溪。大家好，我是婉云。大家好，我是啊、哦，好可爱，漂亮。谁年纪最小的？年纪最小的是谁？是谁？是李李是李。你几岁了，弟弟？是五岁。五岁，你几岁，妹妹？七岁。七岁哦，那最大的是谁？哦，看得出来。来，妹妹，你几岁了？十一。哦，十一岁。爸爸混哪里啊？哦，一样哦，是一样的爸爸吗？啊、哦，爸爸是一样啊、哦，爸爸超帅，爸爸 ，yeah， 哟、哦，让我们掌声谢谢我们小草老师陈爸爸，入库踹哦，谢谢，下去休息了，谢谢，非常的可爱。好，好，那个，那在接下来一组的时候呢，我先发个礼物，一样也是我们的 Fila 赞助我们的 Fila 吊饰啦，非。